天要来载超高的，好量一下大概多高啊？这样从地上量下来，第五轮高度刚好120。来量一下，我的尾车高度114啊。今天要载这个，刚刚量了一下，大概是3.2米哦。会偷他牛给你，然后傻逼你哦。今天要去的地方有比较矮一点。蛮高的，这两柜都是。等一下再叫果冻社会行好了。特殊吊架来啦！我们果冻来一起走啦，停停停，准备下交流道啦。我们这边要走外线左转换内线太子角，想要叫果冻帮我判一下啊。包括要放掉，够惊惊惊！有啊有开啊有开啊！啊，这间只个只个了影，有会过会过，惊惊惊！有个艰苦啊，有个这个所在啊，啊，啊，搁袂当靠这边，搁袂当靠左边，你靠左边，等下翻台袂过。心疼，心疼，心疼，心疼咯！你看，好咧，刚才啊，无大机个错呀，一只特别啊，我单金。停停空空现在再把那个帆布掀开了，我们这个上面有盖帆布，要把它掀开。等一下应该是用吊车吊，等一
现在要进去到里面那边，然后这个时间呢，就先来吃个饭吧，吹冷气，看电视。下完了，换果冻了。